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卢晨为您环球报道。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提要。We are truly sorry that we have thought long and hard over recent months. We have examined diligently all possible ways forward, and we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reluctantly that today's decisions must be made.香港国泰航空宣布全球裁员8500人，旗下国泰港龙停止运营。瑞典禁止参加 5G 频谱拍卖的企业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中方表达强烈不满。菅义伟表示将加强与东盟的密切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我们应该要建立稳定的两国关系。然后这个两国稳定的两国关系不应该受到外部环境的这个影响左右。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垂秀夫认为新政权对华政策不变，应该建立稳定的中日关系。时事直通车之头条新闻由五粮液集团特约赞助播出。中国的五粮液，世界的五粮液。头条新闻，我们关注香港的航空业。香港的国泰航空宣布公司史上最大的裁员计划，削减全球8500个职位，包括5300名香港的员工，而旗下国泰港龙品牌停止运营，重组计划会耗资22亿港元。那国泰也表示每个月可以节省开支5亿港元。九月初就宣布不再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第二轮保就业计划的国泰航空正式宣布集团史上最大的裁员计划。根据重组方案，全集团将近1/4，即8500个职位将被削减，涉及5300名香港本地雇员和约600名海外员工，余下的削减部分则通过冻结招聘和自然人手流失实现。原名港龙，在2016年改名的国泰港龙，在陪伴旅客35年之后成为历史。其主要覆盖内地及东南亚的航点将由国泰航空及旗下廉价航空香港快运吸纳，而受继续聘用的以香港为基地的飞行员和机舱服务员将签订新的合约，公司高层继续减薪来进一步减少公司的薪酬开支。 For this we are truly sorry, but we have thought long and hard over recent months. We have examined diligently all possible ways forward, and we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reluctantlyThat today's decisions must be made to reduce monthly cash losses to sustainable levels and secure the survival of this incredible 74-year-old company, which is so central to the future of the Hong Kong aviation hub. 国泰透露，此次裁员之前每个月烧钱的规模高达15至20亿港元，此次重组预计耗资22亿港元，之后每个月将为集团节省约5亿港元开支。而对于复苏，国泰则表示前路漫漫。Our plans for 2021 ar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we will be operating at well under 50% of 2019 passenger capacity for 2021 as a whole. We're assuming that we will remain well below 25% of 2019 capacit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but that we will see a gradual recovery in the second half.None of this is certain, of course. 国泰表示，如果公司业务重回增长区间，将会考虑召回此次被裁的员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早前预计，全球的航旅需求至少要到2024年才会重回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凤凰卫视赵林凤，香港报道。国泰航空的管理层今天与工会的代表会面，交代遣散的安排。那稍后呢，会再讨论留职员工新合约的内容。劳工处对事件表示了关注，也提醒国泰必须就终止雇佣事宜与员工坦诚沟通，做出妥善的安排。营运了35年，原名为港龙，2016年改名的国泰港龙，一夜之间成为历史。在香港国际机场，暂时仍保有国泰港龙的柜位，不过登机信息板就显示，由国泰港龙运营的航线全部取消。在国泰城，职员如常上班，有员工表示暂时未收到通知，但对裁员的决定感到无奈。因为我唔系真系好 senior level， 睇下佢哋点样算咯。都冇辦法㗎啦，唯有再揾個工咁樣咯。
国泰管理层上午与国泰两个员工工会的代表会面，工会表示，管理层主要交代了裁减国泰2000名机舱服务员的事宜，被裁员工会在日内收到通知。工会对于公司未有采纳他们早前提出的建议感到失望，但指出赔偿方案高于劳工法规定，不会进行强基金对冲。因为公司对于我们之前提出的节流计划都是没有采用到，而就决定去裁减这2000个职位，那我们都很失望。大家同事最关心的就是强积金会不会对冲，那这个是不会对冲的。咁另外就會有多一個月嘅賠償，同埋之前參加過無薪假計劃嗰啲扣咗嘅款項都會退還翻嘅。工會代表指，員工的士氣已經低落了一段時間，擔憂這一次僅是裁員的第一波。工會表示會先安撫同事們的情緒，等待聽取大家的意見之後，才會進行下一步的行動。而会员包括2200多名国泰机师的香港航空机组人员协会，就希望国泰尊重机师合约，让将会留职的机师参与新合约的讨论。另外，劳工处对事件也表示关注，提醒国泰必须就终止雇佣事宜与员工坦诚沟通，并做出妥善安排。劳工处又提醒，雇主如欲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应事先咨询雇员并取得同意，否则或会构成不合理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雇员可以根据雇佣条例向雇主提出申索。劳工处也设立了专线，为受影响的国泰员工提供协助。凤凰卫视吴晓彤香港报道。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国泰业务重组的安排是集团商业决定，特区政府已经要求国泰航空在做出任何运营规模以及模式调整时，要充分顾及对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潜在影响。陈茂波表示，政府在六月注资时已经明确指出，特区政府无意长线持有国泰股权，也不会参与集团的日常营运，集团运作仍由董事局及管理局负责，强调这一次业务重组安排是国泰的商业决定。他表示，全球航空业受疫情严重打击，经营环境变得非常困难，很多主要国际航空公司都无可避免地要透过业务重整以及缩减规模等措施以节省成本。陈茂波指出，作为香港最主要的本地航空公司，国泰正面对史无前例的经营挑战和财务压力，如果国泰航空的存亡问题不妥善处理，将会伤害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和发展，负面影响更会辐射至香港其他经济环节，不利香港的整体利益。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疫情对全球航空业打击沉重，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目前只有每天2000到4000人次，是过往的1%到2%。国泰的客运量重挫98%，货运量也减少了1/3。陈帆对国泰数以千计的员工失业表示难过，敦促国泰要照顾员工福祉。今次的事情是令香港一间是固有品牌的国泰港龙呢是停止營運呢，我相信大家都感到惋惜，亦都係令到有數以千計嘅員工失去工作呢，我哋都感到難過。但係呢個係一個現實呢，我相信呢大家都明白，喺當下呢個係新冠病毒病大流行嘅情況之下呢，呢個嘅境況呢都唔係香港係可以避免嘅。如果我哋睇返全球嘅航空事業呢，呢種嘅情況出現，其實都是令人傷感的。陳帆表示，政府有責任確保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枢纽地位的競爭力，也要確保香港的航權以及日後網絡發展盡量可以維持。鳳凰衛視周家宏香港報導。全球的航空业都出现萧条的景象，扎根香港超过70年的国泰航空也不能幸免。新话题节目当中，请到时评论员邱振海先生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点评。邱先生，如何评价这次国泰的业务重组以及航空业目前面临的挑战？对这个国泰这次的这个境遇啊，既是无奈，同时也是必然。无奈我们大家都清楚了，这个新冠疫情到现在已经9个月了，那么不但是香港，而且是全球的航空业都遇到了重挫。因为航空业现在疫情来临，没有人坐飞机了，或者很少有人坐飞机，那么它的维持成本又很高，对不对？所以这是它是一个重资产的一个行业，所以在两相相比之下，那自然如果前几个月还希望疫情能够这个很快的过去，还希望能够维持还在增长，那么现在显然是增长不下去了。而且从现在情况来看，
欧洲是第二波，美国是第三波。那么从各方的权威机构研究来表明，大概最乐观的估计，2022年走出疫情；最悲观的估计，2025年。那么假如说我们取个中线的话，可能在比较现实的估计是在2023年。假如说在2023年的话，那么现在才2020年还没过去，对吧？我们说四年，2021、2022才四年时间，现在四年里面的9个月，所以我们最乐观的说，大概疫情才过去的四分之一，甚至只过去了五分之一时间。这个听上去有点悲观，但我想是这个现实主义的态度。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撑是撑不下去了，所以只能无奈的宣布结业或者宣布压缩。那么关键问题，它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是一个常态的现象？我认为啊，可能比较不幸的是，它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因为等到大家去想啊，无论是2023年还是2025年，等到我们完全走出疫情的那一天，这个今年一月份之前那个世界恐怕不会再来了。因为今年一月份之前的世界呢，是大家啊，我们通俗的话，该吃吃，该喝喝，对不对？然后大家拥抱的科技，但还没有感觉到有非常急迫的拥抱科技的时代。现在等到2025年、2024年走出疫情的时候，那时候的科技革命可跟现在不一样了。那时候人们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将更加拥抱科技革命。大家知道，今年上半年到现在，凡是活得好的公司、活得好的行业，都是轻资产，都是拥抱科技革命；凡是活得不好的公司、活得不好的行业，都是重资产，而且都是难以或者无法拥抱科技革命。所以大家现在看，这个是不是出公差非要坐飞机不可，非要面对面不可？当然，相当部分的这个出公差，这个是需要面对面见面的，但是里面相当一部分是可以通过视频解决的。今年上半年到现在，其实大家很多连领导人的互相会见，相当部分都可以，20国领袖峰会都可以用视频代替。所以我相信啊，在疫情过后的世界，航空业当然不会消亡，但它会萎缩，但它会转变成另外一种形态。所以其实疫情在摧毁，同时也在加速很多业态的转型，而航空业目前面临的痛楚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之一。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会发生变化。好，谢谢邱振海先生的分析和点评。下期回来我们会关注到的是，韩国前总理表示，中国与韩国是最大的经济伙伴，并且在半岛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美俄同意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一年，为军备谈判争取更多时间。特朗普在宾州拉票，表示如果连任会确保经济复苏。欢迎继续搭乘时事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瑞典的油和电信管理局禁止参加下个月 5G 频谱拍卖的企业使用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的设备。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回应，对于瑞典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PTS 是负责监管瑞典电子通信和邮政部门的政府机构。在瑞典铺开 5G 网络前，这个机构已经对网络及服务的安全性进行了一年多的评估。新规定出台条件中包括华为和中兴的产品不得用于核心功能的安装。核心功能中已经使用华为和中兴的产品，最迟要在2025年1月1日前必须逐步淘汰。赵立坚在回应时就表示，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已经作出回应，中方对瑞典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他指华为和中兴等中方企业多年来严格遵守当地法律，积极促进中瑞信息与通信技术合作，为瑞典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瑞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无端抹黑中国公司，公然打压中国电信企业，将正常的经济合作政治化，这一做法有悖于瑞典奉行的自由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市场经济原则，也违反了国际经贸规则。赵立坚强调，瑞典应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纠正错误决定，避免给中瑞经贸合作及瑞方企业在华经营带来消极影响。凤凰卫视陈吉王磊北京报道。正在印尼进行访问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今天表示，将会加强同东盟的密切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但是他特别强调，这个做法并不意味着要设立印太版的北约。菅义伟当天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记者会，
阐述这次在越南和印尼举行首脑会谈的成果。菅义伟表示，东南亚国家是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关键，只有在自由、对所有人开放以及维护法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区域的和平与繁荣。不过他强调，日本无意构建印太版的北约组织。我が国としては、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は、特定の国を対象としたものではなく、考え方を共有するいずれの国とも協力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考えています。インド太平洋版の NATO を作るというような考えは全くありません。菅义伟也谈到南海问题，表示反对任何加剧局势紧张的行动。日本は南シナ海の緊張を高めるいかなる行為にも反対をします。南シナ海をめぐる問題のすべての当事者が力や威圧によるのではなく、国際法に基づき紛争の平和的解決に向けて努力することの重要性を改めて強調をいたします。这次是菅义伟自上个月成为首相后首次的外访行程。他在21号下午结束为期4天的东南亚之行，并启程回国，晚上会返抵东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日本新任的驻华大使垂秀夫在下个月会前往北京就任。那今年59岁的他也是日本外务省知名的知华派官员。他在东京接受了本台的独家访问，表示首相菅义伟对华的政策不会改变，中日关系也不应该受到美国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后任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在日本东京的外务省接受了凤凰卫视独家专访。对菅义伟新首相上台之后的中日关系，垂秀夫表示，菅义伟新政权的对华政策不会变，会继承安倍时代的对华政策。那现在菅义伟新政权成立之后，日本方面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现状首先是怎么评价的呢？我们应该要建立稳定的两国关系。然后这个两国稳定的两国关系不应该受到外部环境的这个影响左右啊。我觉得这就是菅首相的这个对华政策的。您刚才提到的不应该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这是指中美关系吗？不仅仅这个中美关系，而且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呢，这个政治方面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立场会有的。但是呢，不应该把这些影响，不要让它影响整个这个两国关系。比如说这个一些经济往来呀、文化往来呀，然后就人员往来，不应该受到有一些这个负面的一些因素。对中美博弈下的日本对华政策，垂秀夫说，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但中日需要建立稳定良好有建设性的关系，中日关系不应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对华政策首要考虑的并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是日本自己的国家利益。相信美国会给日本一些压力，那么对于日本来说，怎么样平衡日本和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呢？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同盟关系对这个日本的外交来说是可以说是一个基础，最重要的这个基础的。同时呢，我们这个日本和中国是邻国，我们一定要这个建立这个随时可以沟通的这样的关系，特别是这个包括首脑高层往来高层的这个对话的这些这个关系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平衡，这是应该就是在各个问题上都回答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对话政策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并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韩国前总理李洛渊在21号表示，中国是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也在实现半岛和平过程当中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那至于朝鲜的问题，他指出韩朝之间需要从小规模的合作开始，逐步建立互信。
韩国前任国务总理、现任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代表、国会议员、下届总统热门候选人李入渊21日召开外国媒体记者会，表示韩中之间已有数千年的交往历史，中国现已成为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也在半岛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是韩国很重要的合作国家。中国跟韩国的경제적파트너로서가장큰나라입니다한반도평화정착의과정에중국은늘건설적인역할을해주고있습니다그런점에서한국에게매우중요한협력국가다有关半岛问题，李路院说，半岛需要确保恒久和平。目前军事紧张比以前缓和。从朝鲜建党阅兵仪式中可确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要稳定管理对外关系的意志。남북관계가현재는굉장히악화된상황인데요특히북한은이제뭐코로나방역이나보건등의협력에대해서도묵묵부답인상황입니다정부가남북관계의돌파구를찾기위해서는어떤것이필요하다고보시는지강력한대북체제아래서남북관계개선이설령이루어진다고하더라도그한계가있다는것을잘알기때문에이런교착국면에부닥치지않았는가생각을합니다작은협력사업들을통해서다시신뢰를구축해가고양측의합의는지켜가는문화를만들어가는것그게우선시작이어야한다고생각을합니다至于韩日关系，李路渊表示，两国在历史问题上有分歧，但若双方有意志，可以找到接点。李路渊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在大框架上会继承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他还向朝方提议，首先在保健防疫领域上开始合作。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经过数月谈判之后，在20号突然有了进展，双方都同意冻结全部核弹头，有望将协议再延长一年。不过分析认为，即使达成协议，那也只是军备谈判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并没有实质性突破。原本濒临破裂的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在20号迎来了转机，俄罗斯表示同意冻结核弹头，而美国也将采取同样的措施，双方将明年2月到期的条约延长一年。原本美国在上周拒绝了俄罗斯提出的无条件续约一年的提议。对于俄罗斯立场的突然转变，美国国务院在20号表示，感谢俄罗斯在核军备控制问题上有意愿与美方共同取得进展。美国准备好立即与俄罗斯会晤，敲定一项可核查的协议。美国希望俄罗斯能够赋予外交官相同的权利。军备控制协会执行理事金博尔指出，美俄接近达成协议并不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只是避免了美俄军备控制系统的彻底崩溃，并且使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有时间继续复杂和漫长的谈判。目前双方的谈判人员仍然需要制定一个可核查的体系，并进一步明确核弹头的定义。特朗普政府军备控制谈判代表比林斯利亚目前正在布鲁塞尔向北约成员国介绍谈判的情况。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国和俄罗斯在2010年达成的协议，限制双方部署战略核弹头以及某些发射平台的数量。条约规定，美俄的战略核弹头不得超过1550枚，用于发射核弹头的发射工具数量不得超过800架等等。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希望在美国大选前能够与俄罗斯达成协议，以增加特朗普的外交成就。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再关注一下美国大选，距离美国大选最后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还有2天，总统特朗普继续在关键的战场州宾夕法尼亚州拉票。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埃里市举行造势大会，他表示需要第二个总统任期确保经济复苏持续。This is an election between the Trump super recovery, which is happening right now, and a Biden depression. If he gets elected, you will have a depression the likes of which you've never seen. It's a choice between our plan to kill the virus or Biden's plan to kill the American dream, and that's what he'd be doing. 特朗普在指控拜登贪腐与极端左翼分子勾结。
Joe Biden has made a corrupt bargain in exchange for his party's nomination. He's handed control of his party over to socialists. 特朗普预言，如果连任，第一个收到的电话就是来自伊朗的领导人，相信他们会要求达成协议，挽救下滑的经济。宾夕法尼亚州被视为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摇摆州，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支持度落后于民主党对手拜登，但差距有所缩窄。前总统奥巴马稍后也将前往这个关键州为拜登站台。另一方面，特朗普当天稍早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王牌》节目60分钟专访时，突然火爆结束访问，宣称认为对方已有足够素材可用，接着发推痛批主持人没戴口罩，还威胁要在电视台播出前率先公开采访内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二十号是接受了北部威斯康星州一家媒体的访问，他反驳了近期所曝光的有关他儿子亨特的丑闻。近日，美国地方媒体《纽约邮报》爆料称，乌克兰能源公司布里斯马控股公司的董事会顾问曾在2015年向拜登的儿子亨特发邮件，感谢他邀请其前往美国，并与当时的副总统拜登会面。但由于信息来源都是特朗普身边的人，真假难辨，因此广泛受到质疑。This is the same garbage Rudy Giuliani, Trump's henchman.It's a last-ditch effort in this desperate campaign to smear me and my family. 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intelligence people have come out and said there's no basis at all. 布里斯马控股公司曾在2016年受到调查，拜登的儿子亨特则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特朗普及其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声称，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曾对乌克兰检察部门施压，撤换正在负责调查的总检察长以保护亨特。但是外界指出，拜登虽然施压属实，但是是代表奥巴马政府施压。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也在近期的一项报告中表示，拜登对乌克兰方面施压确有利益冲突之嫌，但是这无法证明对美国的政策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最后一场总统辩论即将到来，鉴于特朗普在第一场辩论中不停打断拜登，主办方此次决定在一名候选人发言时将关闭另一人的话筒。拜登对此也表示支持，但是他不认为特朗普会聚焦于回答关键问题。But my guess is he's kind of signaling that it's all going to be about personal attacks, and he's because he doesn't want to talk about why he's taking away health care at the very time we're in the middle of a pandemic. But I'm going to try very hard to focus on the issues that affect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alk to them, and I hope they keep the rule that uninterrupted 2 minutes answer.拜登同时在采访中对威斯康星州的选情表示乐观，并鼓励当地民众积极投票。特朗普曾在2016年赢得这一关键州，因此拜登也明确表示从不认为自己胜券在握，但是已经非常努力试图获得选民的认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来看一下各国的反应啊。对于美国的大选，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应该由美国的选民来评判，俄罗斯不干涉。关于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还是拜登的立场更接近一些，普京表示俄罗斯不做任何评论，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内部政治问题。Смотреть на вещи, которые происходили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Д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ам многое удалось в двухстороннем плане сделать.Надо об этом сказать. Я сейчас не буду перечислять всех позитивных шагов,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предприняты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Они есть, но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конечно, не реализованы те намерения, о которых президент Трамп говорил раньше.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связано с определенным двухпартийным консенсусом по поводу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держивания России.Сдерживание развити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普京说，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对俄罗斯做出了46项新制裁或扩大现有制裁。此外，特朗普政府退出了中导条约，并宣布开始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程序，这对维持世界的稳定与安全非常危险。不过，特朗普任总统期间，两国贸易尽管受到种种限制，并遇上了新冠肺炎疫情，但是贸易呈增长趋势。可以说，特朗普任期内对俄罗斯来说有好处，也有缺点。关于民主党候选人，普京说，俄罗斯看到民主党的尖锐反俄言论。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кандидата от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ну,
Что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Мы тоже видим достаточно острую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ую риторику. К сожалению, мы к этому уже привыкли. Но есть и вещи, на которые тоже стоит обрат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Ну, во-первых,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она ближе к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м либеральным ценностям, она ближе к идеям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и, если сравнивать с Европой. А из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среды когда-то выросла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Путин сказал... 美国总统选举是美国内部的事情，俄罗斯只是一个旁观者，不会做任何的干预。未来不管谁当选美国总统，俄罗斯都会与其开展合作。凤凰卫视，童潇华，莫斯科报道。伊朗在美国大选来临之前，伊朗首先在10月19号迎来了联合国对于伊朗武器禁运解禁的大日子。伊朗总统鲁哈尼在今天表示。 这就意味着美国又一次的失败。伊朗再一次取得了胜利。同时，鲁哈尼还说，无论谁赢得美国大选都不重要，谁当美国总统都会迟早妥协同伊朗谈判。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鲁哈尼当天在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称联合国武器禁运到期再一次证明了伊朗的胜利。鲁哈尼说，这是伊朗的合法权益，他对未来的发展很有信心。 鲁哈尼说：“谁当美国下一届总统都不重要，但他相信，无论谁当美国的总统，都只能屈膝投降和伊朗谈判。” اینکه در آمریکا چه کسی پیروز میشه چه حزبی پیروز میشه برای ما مهم نیست هر کس در آمریکا رو کار بیاد ناچاره در برابر ملت ایران تسلیم بشه راهی نداره کاملا معلوم شد راهشون غلط بوده مسیرشون غلط بوده اونا میخواستن ملت ایران رو به زانو در بیارن اونا میخواستن کاری بکنن که نظام ما تسلیم بشه در برابر حرفهای اونها نه ما تسلیم شدیم نه ما تسلیم خواهیم شد اونها گروهی هستند که تسلیم خواهند شد بی تردید دیر یا زود 鲁哈尼特别感谢中俄的支持鲁哈尼说伊朗民众生活承受着很大压力但他相信伊朗最终将获得胜利凤凰卫视李约镇卡姆森德克兰报道 好，下期会关注到的是习近平给四川志愿军老兵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国民党将走上街头，反对蔡英文政府计划进口含瘦肉精的美猪。香港保安局批评台湾在香港疑犯陈同佳到台湾自首一事处处涉嫌。 中车带来两岸的消息。今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将于23号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习近平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志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勇往直前、浴血奋战，为保家卫国做出重要贡献。 志愿军将士及英雄模范们的功绩，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习近平指出，60多年来，他们坚持爱党、信党、跟党走，积极参与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活动，继续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展现了初心不改、奋斗不止的精神。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全党全社会。 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大力弘扬英雄精神，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进一步抓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的落实，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效能。会议指出，今年前三季度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万亿元，实施规模性纾困政策和直达机制，保住了上亿市场主体，支撑了近900万人城镇新增就业，为经济稳定恢复发挥了关键作用。下一步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有效性，继续抓好直达机制落实，同时研究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以改革的办法提高财政资金效能，扩大直达资金范围，基本实现中央财政民生补助资金全覆盖，更好支持保基层运转。会议指出，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既能利企便民，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又能促进诚信社会建设，是破例并举、有利长远的重要改革举措。会议决定按照简政便民要求，对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高频事项或获取难度较大的证明，推行告知承诺制，涉及公共安全、生态保护、人身健康等事项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实行告知承诺制的事项目录要向社会公布，申请人不愿或无法承诺的，应按规定提交证明或办理许可。对有较严重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申请人要对承诺负责，对承诺不实的要依法依规处理并纳入信用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台湾蔡政府宣布要开放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所以民间也掀起了巨大的反弹。学者直言，连美国市场都对瘦肉精有疑虑，蔡政府的做法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对此呢，国民党也计划与民间团体合作，走上街头抗议。蔡政府宣布2021年将开放含瘦肉精美国猪肉进入台湾，引发巨大争议。国民党中常会讨论相关议题，学者直言蔡政府显然误判，因为自2018年起，美国前三大猪肉商就宣布不再使用瘦肉精。美国人自己开始质疑啊，那因此美国的大厂都没有这个瘦肉精。那也就是说，当美国80%的猪肉都没有瘦肉精的时候，我认为他们给予美国政府的压力其实并不应该那么大，但是今天80%都没有瘦肉精，那么这些没有瘦肉精的厂商应该不会施压美国政府要求台湾开放瘦肉精吧？我们对于美国内部的情况显然是不了解，那我认为这个是政府很大的疏失啊。学者认为蔡政府违反世界潮流，开放含瘦肉精肉品进口，误以为能就此换得贸易协商，赔上的却是民众健康。国民党也决定加大反制力道，越来越多的民间团体都已经发起联署，甚至规划以上街游行的方式抗议政府的作为。食安议题是超越蓝绿的民生议题，本党也将积极与民间团体沟通讨论，共同发声，跟人民站在一起，跟下一代的健康站在一起，与大家一起走上街头。国民党规划与民间团体串联，共同抗争，对蔡政府增加压力。凤凰卫视林清平、陈建达台北报道。好，港片的资讯，我们来看到的是，在今天凌晨截止，香港已经新增8例新冠肺炎的确诊，其中包括了7例输入和1例本地，没有源头不明的个案。7宗输入病例分别来自埃塞俄比亚、比利时、美国、菲律宾和印度。而另外一宗本地个案和早前残疾人院舍国宝之家群组有关联，是一名66岁男子19号出现病症。至今，香港新冠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至5269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涉嫌在台湾杀害了女友的香港疑犯陈通佳有意到台湾投案自首，但是台湾不批准他入境。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陈通佳虽然受警方的保护，但是不会阻碍他外出办证件，同时指出香港也没有法律允许和台湾进行司法协助，况且接收通缉犯更不需要司法的协助。他也批评台湾处处设限，完全是无理取闹。
在没有司法协助的情况之下，一个司法管辖区接收一个通缉犯是发生过的，不是新鲜的事的。将司法协助变成陈同佳自首的前提是制造障碍，是无理取闹。所以我希望台湾当局可以改变他这个你急我不急的态度。试想如果受害人是一个台湾居民，我想他会千方百计要跟我攞人，所以我希望他不要作任何政治的考量。好，下集我们关注到财经的消息，一会儿见。时钟车我们带来财经方面的消息。中国财政部公布今年的三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季度的数据也实现了由负转正，这也带动了前三个季度财政收入的降幅收窄到6.4%。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7%，扭转了前两个季度的下降趋势，实现由负转正。九月当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5%，连续四个月正增长。前三季度财政收入累计跌幅也收窄至6.4%。其中税收收入主要指标持续恢复，九月税收收入增长8.2%，主体税种增速全面转正。展望第四季度，经济恢复性增长基础将进一步巩固，工业增加值、企业利润、进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将带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进口环节税收等主体税种增幅继续回升，财政收入累计降幅会逐步收窄。财政支出方面，今年前三季度同比下降1.9%，各级政府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的同时，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等重点领域得到保障。据统计，前三季度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公共卫生支出同比增长了66.1%。凤凰卫视李小文、侯友运北京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2020金融街论坛上表示，中国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是大概率事件，将会继续推进全面对外开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周三在2020金融街论坛上指出，中国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是大概率事件，要高度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市场合理的集中度，增强市场主体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他又表示，中国将会继续推进全面的对外开放，继续坚持全面开放不动摇。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同一场合表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有利于全面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提高经济金融循环效率。证监会将在总结科创板、创业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按照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推进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扩大公募 REITs 试点范围，积极稳妥推进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创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既要发展超大型金融机构，也要发展中小型机构，同时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已经十分迫切。银保监会将全面增强金融普惠性，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继续支持金融科技发展，并做好前瞻性的监管安排。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今年抗疫特殊时期宏观杠杆率有所上升，明年经济增速回稳后，宏观杠杆率将会更稳一些。货币政策要把好货币供应闸门，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的波动，以在长期维持在一个合理轨道上。副行长潘功胜表示，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已完成征求意见，将于近期发布。同时，央行将推动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开展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和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相关政策工具文件已经制定完毕，适时对外发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我们来看两岸三地今天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是内地的沪深股市没有能够延续昨天的反弹势头，那两市高开走低，沪指小幅度高开，不过市场整体缺乏动力，大盘迅速掉头下行，随着盘中银行和保险板块午后发力，也带动了沪指脱离低位，重回平盘位下方做收，沪指收盘下跌0.09%，深成指下跌1%。那港股是高开走高，美国两党也达成了支持经济措施协议的机会在上升，所以加上美股隔夜的上扬，带动恒指收盘上升0.75%。台湾的股市在权重股走阳的带动之下，一度突破了12900点关口，不过市场还是观望，所以加权指数最终收盘是小涨0.12%。中国人民银行继续透过逆回购的操作向市场投放大量的流动性，这也带动了银行间市场各主要的回购利率普遍下行。中国人民银行周三表示，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当天进行了800亿元人民币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持平，单日继续实现等额净投放，过去3天来累计投放金额上升到2000亿元。银行间市场资金进一步转松，市场供给充足，税金影响散布明显，有助各主要回购利率普遍下行，隔夜利率大多回落到两厘下方。至于债券市场也延续偏软走势，财政部天量发债结好偏好，提振短端债券表现好过10年期，3年和5年期国债收益率跌幅居前。财政部早上发行的2期国债认购倍数都创出年内新高，获得巨额追加认购，最终发行额双双突破800亿元，创出特别国债以外的单期规模新高。财政部又表示，下周一将进行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标，期限1个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在今天发生踩踏事故，造成15人死亡，其中11人都是女性。事发之后，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省政府也发表声明指，事发时有数千人聚集在巴基斯坦驻贾拉拉巴德的领事馆附近体育场等候签证的申请。那由于签证申请者有不遵守秩序的，所以现场发生了踩踏事故，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15人死亡，10多人受伤。声明说，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巴基斯坦的领事部门一度停止对阿富汗公民颁发签证，一周前才刚刚恢复，所以也造成了申请人数大量增加。节目最后我们来看。